弟弟，菜包饭好吃吗？好吃。是哦。你喜欢火车站吗？喜欢。那你喜欢火车站的什么？我喜欢火车站的火车。是啊。你穿着蒸汽火车的衣服在等着火车耶。弟弟，现在9:10而已哦，还要等7分钟火车才会来哦。哦，好不好？还要等很久，我们要慢慢等，好不好？火车是那边吗？对，火车会从那边来，可是你要等哦，好不好？那在等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看天空啊，天空，看看白云啊，有没有看到白云？有没有看到白云？弯腰。什么弯腰？你要不要唱火车快飞歌？这样子火车可能会比较快来，好不好？唱吧。你不唱火车快飞吗？要不要唱？我不。你唱火车快飞歌啊，好不好？我就保证火车不。是啊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9:17是来什么车哦？9:17来的是。开往嘉义的区间车，不过爸爸的手机。嘉义的区间车。对，就是蓝色火车嘟嘟嘟哦，好不好？就是蓝色火车嘟嘟。对，有没有开心？你今天都穿蓝色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蓝色的眼镜，蓝色的衣服，蓝色的裤子，待会就会看到你最喜欢的蓝色火车嘟嘟嘟了，好不好？把饼干弄掉。你把饼干弄掉。你不吃的、哦。你还要不要吃菜包饼啊？那好吧，吃好不好？我再有姐姐。嗯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妈妈。嗯，你们看一下。我再也没有爸爸呢。怎么？再有爸爸。你在讲什么？再来了。好。再来，你看。嗯、有一只章鱼。嗯。章鱼，你看。有看到了。9:17的火车快来了。你有没有听到？这个是脚踏车，对。它保驾来铁轨站。没有，它浮起来了。坐脚踏车的。嗯。我们不行下铁轨站。嗯。不能够超过黄色的线哦，好不好？这里啊。这里有黄色的线，不能够超过，知不知道？过来，你过来一下，我爸跟你讲。这不能从黄色的线。对，你过来，爸爸跟你讲，火车会从哪里来？过来吧，爸爸跟你讲。会从那边来。对，会从那边来，爸爸跟你讲。过来，下来，在这里哦。等一下，火车会从这里来哦。你看那边，等一下火车会从那里来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、哦，火车就来了，好不好？欸、我听到补补火车声音了。你听到补补火车的声音了？嗯。是啊、哦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再等一下，火车就来了，好不好？